大家好，我是一名海东，现在是凌晨四点钟，我没有赶时间出海了。现在我们两夫妻已经把这个网已经下完了。问一下那蜗牛一样，个头不是很大。我们现在把那个渔网也收完了，也没什么鱼，今天收获的挺少，不过这些墨鱼挺大。
墨鱼大哦，很大个了。哇，有两斤多了，三斤都有了。来，给大家看一下，都大条啊！哇，还有一条小一点的。啊，他把那个汁都烤出来喽，黑黑麻麻的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今天的收获也不是很多，一点点。关注我的朋友。请给我留言，谢谢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